菩萨，感恩师傅，我自己的业障我自己背。我是五一九五七年属鸡，五七年属鸡的是吧？对。我看一下啊。好，你讲吧，看什么？呃，我是胰胰腺癌。啊，你用不着讲了，<生>我都看得出来了。嗯、啊，有一段时间了。 嗯，对。而且你的左腹、下腹不但胰腺不好，脾脏也一直不好。哦、嗯。啊！你身上有一个一个瘦瘦的一个男孩子。瘦瘦的男孩子。啊，你有没有掉过孩子啊？有啊。啊，在你身上呢？还没有敲到走啊。啊，瘦瘦的。哦，要多少张小房子？ 六十五张，哦，六十五张。好吧，哦哦，你这个病，我告诉你，非常麻烦的，oh. 有一点扩散。哦，oh. 对，医生说扩散到那个肝里面。听懂了吗？我懂，我懂。啊，嗯、我告诉你。哦，oh. 你现在几岁啊？呃，六十一。六十一岁是吧？对。 哎呦，你这个劫真的很大。对。他本来五十九就把你带走了。哦。你因为念经啊。啊，对对对。所以菩萨保佑你啊。哦。你要好好的，你现在许愿吃全素了没有啊？我已经吃了一年多全素了。放生呢？放生也放了两三万条了。你就是买了这条命啊。 你现在不能生气啊！哦、我你太生气啊！你现在家里有一个讨债鬼啊，就是你很恨他的，很不开心的。哦，你要放下了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嗯，再这么下去，你要当心点。我看你半年。哦。好吧。好。你自己要改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小房子一定要拼命的念呢、啊。好。好吧。好，要多少张小房子？ 还要四百三十张，好，好吧，好，要想开一点呐，哦、命没了，钱有什么用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跟你过去你们家里呀、啊，哦、啊，有人就是坟呐、啊，坟被人家动过有关系。哦。啊，还有就是你过去有沙业。对我，我我我父亲父亲养过鱼，我先生也养过鱼。 你先生养鱼，你你不帮忙的？对呀。好啦，你不是跟你养鱼一样啊？对对对。那养了鱼嘛，就是被人家卖给人家杀掉呀。对呀。那不叫杀屠宰场一样的。对。那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后走的时候就是会痛死的啦。啊，对。你现在自己好好的努力了。谢谢我告诉你啊，而且头发还会脱光。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而且你的腰还不好。哦。小便也不好，泌尿系统不好。哦。 关节也不好。对对对。听懂了吗？听懂，听懂。家里要早磕头，晚磕头的。哦。好吧。对对对。嗯，都要。功课怎么做？大悲咒呀，大悲咒四十九遍，心经二十七遍，礼佛念五遍。哦，我现在是呃大悲咒四十九。 心经四十九，礼佛七遍多不多？可以，可以。哦。再念点往生咒，每天。有有有。每天念五十九遍往生咒。啊，五十九遍。好吧。啊，好。你要当心点啊！哦。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不能动坏脑筋的。哦。你再动坏脑筋再去恨别人，你就走了。啊，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现在护法神是在你附近，他是看着你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吧。好，放生多少条鱼？ 还要放四千条，好，好吧，好，好了<啦>，家里面的佛台，佛台还可以啊，嗯、啊，有不、啊，家里有有，有家里倒蛮有钱的嘛，啊，房子倒蛮好看的，佛台嘛也是靠着窗户的，嗯，嗯，蛮漂亮的，窗帘也蛮好看的，嗯、好看的，嗯、有菩萨去过吗、嗯啊？护法神。 菩萨没来过，有护法神在哦。好吧，好，好好念经啊好，心还不够诚啊。哦，好吧。嗯，好，嗯。我你一个人吃素啊？家里有人吃荤吗？有。所以我看你们家里的气场还是不好啊。哦。尤其是你们家走进门左面那个地方，是不是厨房啊？没有，左左左边是一个什么房间啊？左边呃。 左边是有一个房间跟一个洗手间，还有一个厅。啊，真的嘞！你把门关起来呀？有，有关。啊，非常不好。哦。这个地方里面有灵性。哦。晚上会有声音的。哦，家里面有灵性，要是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四十九张。四十九张。好吧。啊。有，你还有一个，你的妈妈也不知道是谁，一个老奶奶，这个眼睛这里眼骨凸出来很厉害的，短头发。 眼骨凸出来，我我奶奶跟我我奶奶已经走了，不我我家婆，你家婆走了不啦？走了。走了是不啦？啊、哦。我我讲给你听这个样子，你看看是你奶奶还是你的家婆啊？我我我奶奶我不记得，我家婆记得。那眼眶很出来。哦。鼻子不是太大。哦。有点尖尖的。哦。嘴巴不大。哦。呃，瘦型的脸，不是圆的。哦。 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给他念吧。呃、哦，多少张？这个在你的小房子里边的，哦、拿出来六十五张给他念。哦、就是四百多张，那里拿出来四十九张他、嗯。他很喜欢看你们家的门。哦。你们家的门是不是经常帮啊帮啊，自己会响啊？反正是在家里面有动静的。哎、嗯，好嘞。嗯、对。<laughs> 嗯。好了<嘞>。啊、呃，我身上，不，我我身上。 除了那个，就是，呃，其他没什么大灵性。我身上、身上、<你>身上。你身上是不啦？呀呀呀！你身上这个灵性还不大，oh. 要弄你死了还不大。哦、oh. <嘞>，好,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谢念了。好，谢谢师父。好，感恩菩萨，<了>感恩师父。嗯。